最好的就是这块，怎么样？就要这块了啊。好嘞，那我不要肉皮啊。哎，好好好。脂肪恢宏啊，周身皮肤淤血呈紫红色，明显可见大小不一出血点，肌肉无弹性，闻之有恶臭，全身淋巴结呈黑红色，血管上有黑色瘀块，内脏贫血色淡，明显可见出血点。金三胖，你刚才说你这个猪什么时候杀的？啊，行，咱们不管他什么时候杀的，你就说说这猪什么时候死的，行了吧？我们且不管他什么时候死的，你就说说这个猪当时怎么死的，这总可以吧？去法医啊，不对，去神探。来来来来，你告诉我这猪是咋死的，我都不知道，你交代我，交代我。啊，爱什么时候死的什么时候死吧。啊，哎，别走啊，还没说呢，走啥呀？我不要了。哎，那你别理他。老曲，老曲，怎么了？人工湖那边发现一具女尸。什么？还是裸体的。我看你们侦查科的人都在那儿，没通知你啊？我先走了。你上哪儿去？滚！哎！应该是想起来吼啥吧。强奸就强奸呗，还把人给杀了，多好啊！小妮儿今天在炕上讥笑，不杀能行吗？不杀他不去告他。刻度要准一点，好，不要动。慢，这次大腿骨痛明显的开放动脉上，来，慢慢一点上。刻度朝我，从零开始。对，好的。垂直，垂直于大腿根部。哎，我说老许呀，到啊，你拍两张就行了，省着点用。行，我知道，局长。哎，我就再拍这一张啊。垂直了吗？人家是大学毕业。我说你怎么还照哎？跟你爸说说，您得把那警犬牵出来玩玩呗。我可没这么大面子啊。哎，这女尸我看见了，死的是真惨啊，就像这样一剑封喉，根本不跟你废话，滚开，少拿老子比划。我听说是你的大腿上有刀割的大红叉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呀。不是，你说为什么要在腿上割一个大红叉呢？蒋四儿，不会是你吧？你的名字后面全是大红叉。这你也不看看你有多少个大红叉，好意思说我呢？Amen.
同学们，这次我们去地方敬老院慰问演出，飞机场领导非常的重视，老师也希望你们珍惜这次演出机会，展现出你们的最高水平。要注意，要有爱，要饱含深情的。我们再来一遍。曲靖，上车。哎呀，老师说了，放学要结伴而行。为啥抓你啊，伙计？问你画那龙了？偷飞。偷凤干啥抓你俩啊？这俩货偷看女厕所。哎呦呵，都瞅见啥了？我听听。光偷看女厕所了？那边那姑娘也是你杀的吧？嗯，没事儿，聊聊呗，我又不是公安，多不值。为你点破事儿再把命搭上，来根儿。好好抽啊，别掉了。你呢？你这瞅见啥了？我听听。问女画的，你他妈也聋啊？你又不是公安，你凭啥打我？他和你他妈绑着，你嘴还……刘飞，干嘛呢？我帮咱爹断断案子。滚！那我先走了。石长，你到底哪条方面接？断了可以咱一块儿回去等着你啊，还省着呢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那些照片不该你看的，出来！不让看往家里带，就不怕在夜里做噩梦。曲靖。来点热水。这儿。小组长，你就不知道留点晚上喝呀？怎么叫见你人个儿，见着天儿长？就不知道长心眼儿，半点都不如你哥。赶紧，丢人！你不是警察吗？怎么都没见你抓过人啊？像这样，那都是假的。那你的枪呢？怎么从来没见你拿过枪啊？召唤仍然存在。本台消息，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在出版的《中华英才画报》第十一期上发表贺词，向全国小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。李先念在贺词：“你吃什么了？就吃完了？正好是实现第三。这怎么了？这好好的大米白面呢？你看看你放多少鸡蛋？这碗面30年前就能抢出人命来，你信不信？你们这一代人，一点苦都没吃过。”在蜜罐里长大，缺少艰难困苦的活力，所以有意识的锤炼自己，学习革命先辈吃苦耐劳和顽强奋斗，发扬革命前辈
你不吃是吧？去把我那月经袋给我收回来。好玩吗？就眼睛你这么缺心眼儿，放什么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河北培养2000年奥运会体操优秀选手。马杆儿。在看什么书？有空啊，多看点文学名著，可以陶冶情操，提升气质。生小孩疼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他们说你生过小孩。说在澡堂看见过你肚子上有疤，有疤怎么了？那是我割阑尾时候留的疤。你们这些小屁孩，整天就知道胡说八道。这歌真美。真想看看橄榄树到底长什么样。咱们这儿没有。早晚有一天，我要离开这个破地儿，流浪去。样样都浪漫，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。这是我们的舞台，散发美丽呈现在，让汗水尽情飘散。告诉 What's your name， 接受这邀请函。I love you， 走出角落的黑暗。Don't you know， 给我全部的爱。I love you， 安慰我的不安。好，解释啥？卖蒜的，我就是画画的。卖还会流水了？这又是啥？恁这拿国家工资了，还偷俺农民了？上，别蒜的，恁都不怕没良心？No!
的钱，我的钱，别要了！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不想回家。记住了，老子叫赵飞，赵子龙的赵，张飞的飞。以后听见这俩字儿，就他妈给我滚远点儿，要不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滚蛋！行了，你他妈也真够给咱们厂丢人的你。他们打我了吗？这眼镜打烂了。该。钓竿一举就钓上了一个东西，像有弹性似的蹦到了岸上，还咯咕噜一声。你猜它是什么？是一个葫芦，湿哒哒的，满身绿里透黄，像香蕉苹果那样的颜色。哎，小董，这个故事啊，就先讲到这儿。去把门关上。哎，给我念念这个。九霄帐内一撞一冲，这一个玉臂忙摇，那一个金莲高举，迎声历历烟雨难。那个傻妮儿，爷爷那是喜欢你啊。初二，初二不是？耶，初二能认识那你写字儿。中，爷爷啊，好好给你写一个评语，这可是咱爷儿俩的秘密，可不行让别人知道啊！接着念。行啊，那刘老头是看上你了吧？我们的小妞长得还不错呢。这老头不会就是那个强奸杀人犯吧？不可能，他老子躺在病床上起不来了，装的呗。看来你给他念的什么书？一句都不记得了，字都认识，放一块儿就不知道啥意思。哥那边学校伙食咋样？长点肉没有？我们同学都穿牛仔裤了。咱家孩子不穿那个，又紧又硬，穿上不长个儿。啊？什么牛仔裤啊，驴仔裤的？那不就过去那个劳动部的裤子吗？这什么时候还成好东西了？行，我回头到那个老鸨给你问问，好了。我就知道不是你们亲生的。孩子，这不是我们亲生的，你是谁生的你？你从天上掉下来，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我们能证明？你什么？我能证明。不是
你能证明什么呢？不是，我能证明是亲生的，绝对是亲生的。那年我刚复员，你爸刚进飞机场，你妈正怀着你呢。国家好像刚实行这个计划生育，这个老曹就对你爸说了：“老举啊，你要是生了第二胎，你就别想转正了。”哎，是我让你爸提了一只老母鸡找到老曹，这才有的你，知道吗？哎，这世界上差点没你，犟嘴你。所以国家说的一点没错啊，嗯，只生一个好，对不对？是，那省多少麻烦，主要是省多少钱，你们想过没有？嗯，那你省老钱了，你就这么一，你我省这些钱，我干点什么不好啊？我天天我出去吃红烧肉去，我天天我抽红塔山，我想抽多少抽多少啊！你想的也忒美了，干啥呢？啊，干啥呢？这是还有心闲扯呢？这都几天了，啊？这案件一点进展都没有。局里刚才来电话了，案子要是再破不了，都别干了，全给我回家。那你这看啥？就你那个。给我，我看看，我看。地下银窝的覆灭，色狼现形记。小山，小山呀，整天看这个，案子就破了。我这业务学习呢。哎，那刘老头呢？吃饭了吗？吃完奶奶，你们能出去玩吗？玩啥呀？真大年龄了，上街有个好歹咋办？你不找个院长看看可严是吧？那买东西呢？买东西也用不着，俺这敬老院卖啥都有卖的，你信不信？我当老师都不用穿这院是吧？啥？我那天在外面好像看见那屋的刘爷爷了。他呀，咦，那有可能。他跟院长的关系好。他那腿能走路吗？咋不能啊？腿脚好好的，他就是懒得走罢了。那个院长在不在了？哎呦，主任你来了，你肯定是来找赵长吉了吧？哎呀，给你收到院长那屋了，你往到这儿一点都不用担心。你去拿吧。哎呀，去拿。嗯，用不着干。你干了？你这牛干上下午干了一下午活了，浇水、扫地、浇花，做好事的这牛。同学，你哪个班的了？我爸呢？啊，审讯室。你知道你要是认了的话，意味着什么吗？知道吗？刀呢？你有刀吗？小姐，现场就刀。从哪儿来的？他们家井里找着的。是啊。啊。呵，够高级的。这把刀你多少钱买的？七块。多少？17。什么？37。你再说个数。我忘了。这手怎么了？摔的。摔的？坐好了。你是自己摔的还是干什么？我说老曲啊，差不多得了啊。什么叫差不多？有完没完啊？你别管，你有完没完啊？本来就没完。你俩这是做啥呢？
哎，不行，你去给我找一个那个十字改锥，中号的啊，快点。干屁大点的活，支持整个地球的人。这单位你能支持谁呀？你，哎，家里那个油壶嘴上哪儿去了？这没油我怎么告油啊？嗯。哎，就是这。行，现在是比养只小狗管用多了。嗯，哎，小狗，我就叫你骑车吧。那你给我卖个小车吧，就是斜梁的那种，我不敢骑大车。哎呀，小车有什么意思呀？白给我骑我都不骑。切，要会骑了大车。你再回头看那小车，那就是小韩玩意儿。哎，把子你手里，你想往哪儿拐，对不对？走，把住了它，把住。对吧？我这都没扶嘛，你不也骑得挺好了？哎，你扶。这没事。行了，今天骑得不错，以后继续练。行了，走了。你觉得这难吗？你看跟你说多少回了，你现在是个大姑娘，是吧？不能再叉着腿坐，多难看。偏着腿坐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以前？谁规定大姑娘就不能叉着腿坐了？我规定的。重坐。你看这就蹬，是吧？这不就往前了吗？你刚才看见你那个样了吗？那个腰，我都不太会。你看，这什么？这哎啊？谁能行？哪有平衡的？这挺起来，对不对？给你涂点。小拇指吧。算了，你骑我这辆吧。昨天我去我爸家拿钱的时候呀，偷偷把这新自行车给骑出来了。我爸本来也要给我买小车的，但我不喜欢，小车骑不快。说你这还没骑稳呢，现在这儿疼不疼？嗯。你说你老跑什么你？这路上那么多车。嗯。人工湖那儿骑的，没车。不跟你说过吗？你个小女孩，没事别老往那个人工湖那儿跑，有坏人。不可能。那就没人。就是因为没人才有坏人呐，坏人不是人吗？再说了，就是有坏人也不会来抢我，打死也没钱。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
让你不许去就不许去，听见没有？坏人已经张雪他爸抓走了，你有本事也去抓俩坏人啊！就会跟我急。你怎么知道他爸抓走的就是坏人？啊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他抓的就不是坏人？你说的都对吗？你是不是说过小车骑不快啊？啊！可是张雪他爸给他新买的小车，比我这大破车骑得快多了。什么？张雪说那车是他爸新买的？别扯淡了，那他妈是辆缴获的赃车呢，找不着失主，老头就让他先骑回去了，还新买的。那怎么不让你骑回家呀？他白送我骑，我也不要啊。我发现你最近张嘴闭嘴怎么老是那个张雪？啊，不就张树林家那个老刘吉墩子吗？他有什么好的？张树林都说了，他没那闺女。我告诉你啊，由不忍你老和那个张雪在一起，听见没有？别动啊！行了，往后退吧，我得照相呢。啊，啥样啊？啥样？后退，都后退。还上还上，不刚说了吗？啊，再上，我看谁再上，再上我借把枪毙了他。行了行，赶快照吧，跟他们较什么劲呢？行了，别管我。走了，走走了，看什么看？这两起案件作案细节完全相同，怎么回事？啊？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？这分明是一个人干的吗？你去，给我解释清楚。局长，我确实觉得现在的案件有不像话。出来！你出来！张文，咱去拿呀，送你父老家。夫人还没判呢吗？夫人还没判呢吗？没货吗？走，走。这不得劲儿吧？快打开，拿过来。谁给你铺展啊？妈，可拐了。拐你哭啥呀？我没啥人。谁说你啥人了？不是你自己说的？我真没杀人，我。下去买个瓜吧。哦，那行。
这么挑的？嗯，那行。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心，却怎么也抓不住你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。 So we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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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night。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心，却怎么也抓不住你。是他吗？去我那屋做作业吧。不是，你自己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，哪儿还像个学生啊？你那戴的是什么？把它给我摘下来。摘下来。给我。给我！你等会儿，你那手怎么回事？给我看看，这是要干什么？这是要干什么？弄成这个样子，跟刚抠了个死孩子眼似的。去回去找个刀片，自己把它刮了。你回来，知道什么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吗？嗯，行了，我看这次就是个高一的学生，他爸我也认识，但是这件事整个就是在为你敲响警钟呢。你走那么快干嘛？我刚才说那句话你听见了没有？啊？呢？他是特殊情况。那我还特殊情况呢？那咋了？我又是那寒烈的射手。少废话，小孩我就是那一只决心不再躲闪的白鸟，只等那羽箭破空而来，射入我早已破裂的胸怀。你若是这世间唯一能伤我的射手，我就是你所有的青春岁月。你若是那含泪的射手，将帅还给我。我就是那一只决心不再躲闪的白鸟。你妈的畜生，你还给我！哎，你知道畜生骂的是什么吗？啊？哼！你还给我！哎，你不是特殊情况吗？怎么还能跑呢？啊？哼！行，蒋四儿，你给我等着。为国保护视力，预防近视。
小朋友，告诉果果，谁是蒋氏？干嘛？有事出来一下嘛。有事儿不能在这儿说吗？别呀，就一点小事。不走远，就在门口。放心，吃不了雷。我不去。哟，长素子了，小公鸡学打鸣呢。我媳妇说你欺负她。我没有啊。再说一遍没有。再说一遍没有。你知道什么叫打狗还得看主人吗？记住了，老子叫赵飞，赵子龙的赵，张飞的飞。以后听这俩字儿啊，就给我滚远点。小屁孩，敢欺负我们老大的人，小心点。还有，以后你们谁要是再敢招张雪，就是不给我赵飞面子。谁要是敢不给我赵飞面子，我就要他好看。走。那货和张雪好，竟然真有人能看上张雪。那怎么了？人家发育的好，都穿胸罩。我敢保证，就你们班那小鸡崽，以后再也不敢招你。我就说嘛，我的女人她也敢惹。嗯，胳膊放哪儿呢？谁是你女人了？不是我的女人。不是我女人，你找我干嘛呀？啊，你怎么不找别人去？怎么找这么个地儿啊？嗨，居心不良呗。赵飞，你的狗跑进防空洞了。这洞好黑啊。嗨，这有什么可怕的？走，哥带你们俩下去看看。赵飞，赵飞，你再不出来，我们走了。通信。庸俗。走。哎，我庸俗吗？这冒险配上，这碰的啥险搭？
真飞机又肺炎，谁发明的？真闲了，这算是。阿姨，我咋说你了姐？你存钱搁谁存的？你去俺家看看，大大小小的毛衣啊，都是买的，穿上啊可洋气。我也不是不舍得钱啊，你知道那买的不是大都是小，它关键不合身儿。现在外头那私人商店呢，那都要试了，你去试试，那想买啥样买啥样的。没有钱。阿姨，我想买东西。买啥？这个。谁穿的？我。你穿的，穿这个，这个你穿上适合你。走啊，走走走，没办法，别还瞎了，还瞎了，走。没啥了，瞎了。我妈叫你回家吃饭呢。哟，你没看见恁爹正在思考嘞？你这大学生还下不过一个做馄饨嘞，你这面上可过不去啊。这姑娘叫你回家吃饭了。要不就这吧，这一盘算你赢了，我呀还得干活了。干啥了？干啥了？你走哪儿去了？姜。姜死了。姜死了。姜死了。我妈叫你回家吃饭呢。走走走。不是你这胖子，你放这儿，你走不走？人家不走，你扔掉就把它扔了。出不去啊！我不走了，你赢了，中了吧？我来取法医，取神探，不中。外一盘，你走。这还咋走了？这还啊？这咋走了？你赖成这，这还咋走了？哎，再来一盘。你怀疑？当年怎么就看上我爸了？走远了没？年轻的时候不是长得还行吗？你爸那会儿长得也不丑。还能。那会儿上山下乡可累了，每天到中午就饿得头晕眼花的。你爸教了我一招，跟人食堂送饭的时候啊，别跟别人一样，第一碗盛得满满的，这样你吃完了人就走了，到下一个生产队去了，先盛个半碗。赶紧扒拉完，趁乱再盛一碗，这一碗要结结实实的，越多越好。就凭你爸这一招，每次我都比别人多吃半碗饭。就为这半碗饭，你找了个这人？谁知道了？不琢磨着跟着他，他那么能，走哪儿还不比别人多吃半碗饭？说来说去都是吃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没有吃能有你啊？真的，你就把我泡的那个人参鹿茸酒拿一杯来。各地图书馆举办各类读书之旅游园。不是，现在这个和电视台也开始不务正业。七十周年专题书展等。这系列活动的开展，有了演点什么都得先放点广告。用书活动的蓬勃开展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。你比他们有体面，所以才不听我的话。小的天天来得早。只是今天睡迷了，来迟了一步。求二奶奶饶了我这一次吧。睡迷了？
明儿我也睡迷了，后他也睡迷了，将来都没了人了。本来要饶你，只是我头一次宽了，下次别人就难管了，倒不如先开吧的好。带出去打20个板子，再扣他1个月银米，明日再有误的打40，后日60，有要挨打的尽管误啊。二奶奶你就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不对，你现在应该先跪下来，然后再恳求一点，说二奶奶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您就饶了我吧。你自己玩吧，我不想玩了。长得不像啊。你跟你爸像吗？像不像呢？又能说明什么呢？爸本来就不是什么重要人物。你说除了人，什么猫呀狗呀猪羊兔子这些，哪个知道他爸是谁？还真是。哎，所以我选择跟我奶住，我奶年纪大了，老糊涂，不管我。我都不知道我要死了，我爸妈会不会哭？说啥呢？我昨天看见一个特别吓人的事儿，带你去看看。就在前面。是这儿吗？这有什么可怕的呀？走，陪我烫头发去。你也烫一个呗。不，这个我能剪吗？可以的呀，不过那个也要烫。那就算了。哎，那个只烫前面一点点，烫完还要剪，剪了就和上面的一样。挺适合你的，烫一个吧。我要的是这个，你给我理的什么呀？跟顶了个马蜂窝似的。就是这个发型啊，姑娘，你觉得有哪不一样吗？刚开始剪都这样，你可能不习惯，姑娘。还行，没你说的这么难看吧？哎。哎，姑娘，你，哎呦，这下你满意了，可以更好的衬托你了。起立！老师好。同学们好，姓卓。
今天咱们学习第十一课，人民的勤务员。李建军，你来朗读一下课文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。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，这是李峰的崇高愿望。丁建军，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，朗读课文要用感情去朗读。现在老师给大家示范一下。为人民服务，雷锋是永远不知道累的。有一次在沈阳换车的时候，雷锋出了检票口，发现一个背着小孩的中年妇女丢了车票，就上前问道：大嫂，你把车票丢了？大嫂说：俺从山东来，到吉林机械厂去看望孩子他爹。老师，这是机械，不是机械。这是一个躲影子，好不好？吴校长，以后你在课堂上发言能不能先举手？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下课以后到老师的办公室去说，不行吗？你在课堂上耽误大家一分钟，几十个人就是几十分钟，你能耽误得起吗？行了，继续上课。谁来读下一段？老少爷上台板书。哎，张雪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让我写板书吗？你，我站到后头去。本来我都懒得理你了，哎，你生怕我把你忘了是不是啊？你要是不留级，哎，技校的事都该毕业了。王兰兰，你读下一段。雷锋说：大嫂别着急，跟我来吧。那中年妇女跟着雷锋来到售票处，雷锋用自己的津贴费补了一张车票塞到他手里。那大嫂看着手中的车票，眼里含着热泪说：张雪，兄弟出去。哎，你拿书包干什么？你不让我出去吗？行，像你这样子的人物啊，在这个教室里头读书真是耽误功夫取材了，滚出去。
后面的座位空着，是谁的？是张雪的。哼，行啊，占比不来了。哼，又中。下课以后，值日生把那个地方好好的打扫一下。天气越来越热了，惊着苍蝇和蚊子。下课。徐静，你就帮忙吧，这个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多，前面都抄完了，就从这儿到这儿。对，你先别跑啥，不打你。哥问你，最近见过张雪没？嗯，你们呢，有人见过吗？没。老大别找了，肯定跑海南了，他不早就想去了吗？红尘呀滚滚，痴痴啊滚蛋。女人都啥毛病，吵吵两句就跑。走，学校包场看电影。听首歌，
刘超家能录磁带，要不然哪天给你录一盘。你们跟着干嘛呢？我录个歌。你改天再录吧，我没有录像机，先出去。干什么呀？我好不容易才把机器给借过来，都调了半天了。过来，过来，我跟你说，我这儿有本好东西。这什么呀？我看看。别抢啊！那女的谁呀？那是韩建的朋友。你让她走。干嘛呀？大家一块看吧。不行啊，这个绝对不行。那让他到咱姐屋先待会儿。女朋友啊，小了点儿。都有女朋友了，你一起看一个呗。哎，你去我姐那屋待会儿呗。哦，要不然你先上那屋待一会儿吧，一会儿我过去找你。快快，人家大姨接一小时。停电了？怎么停电了？哎，袋子拿不出来了。行了，别敲了，待会儿来电了再说。来电了？啊，我爹回来，因为录像机出了这个，我腿都那么打折。那我怎么办呀？人家答应借一个小时。好了。哎，要不咱把录像机抱走，你伪造一个家里被盗的现场。你滚蛋！超，拿螺丝刀。哦，好。谁呀？警察电路的。开门。保卫科的，你们这是干什么的？哥，我们看电视呢。看电视呢？啊，看什么电视啊？让我也看看。别着急，哥，邱书记。少来这套。你这是动手。好，我动手，手放手。抱好刀，手动好。爹，你也多大了，这么小就出来混了？有点。把电闸送上啊。哥，他还是外国的。你看看啊，你们给我看看，怎么着啊？跟我们走一趟吗？走。站起来，走。快，走。今年你几岁啊你？怎么不学好呢？走。小子不听话。丫头，
抱回去了。谢谢了啊，你得快点吧。行了，您回您回啊，没事，赶快回去吧，听你爸话啊。好，慢点啊。杰的友谊，纯洁友谊，他跟着你干啥？他怎么不去跟着我呀？他纯洁的友谊，纯洁友谊，他带你去看看那样的片子，他气死我了！纯洁的友谊，这世界上男女之间根本就没有他妈的友谊。你看不出来，我早知道生你这么个缺心眼的货，我他妈再一出来我就掐死你多好。那你怎么不掐死我呢？我出来，你不去啊？什么？咦，任公户那边的泛黄肿瘤又发现个死人，也不知道啥时候死的，再加上那个老鼠坑都烂光了，一屋子的影子，一地的蛆，看得我这饭都吃不下去。你们先吃啊。你哪儿去？玩去吧。这一节课的生字比较多，下一节课老师要炒茶的。进来。啊，主任。曲静，你来教务处一下。啊。你最后一次见着雪是什么时候啊？是上次他上课睡觉被老师赶出去了。那是好几周前的事情了。之后呢？就再没见过？没有。这个张雪平常都跟什么人来往呀？我们同学都不跟他玩，都是些外面的人来找他。谁呀？说呀。赵飞。赵飞？那你见过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没？见过。在哪儿啊？学校门口，还有防空洞。他们都说什么了？好像赵飞让张雪感谢他什么的，
那时候他刚帮张雪打了我们班的蒋四儿。那张雪感谢他没有？那怎么谢啊？他们俩是在谈朋友吗？我们同学都这么说。你觉得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但张雪说过，她不喜欢赵飞。她说咱们这儿没她看上眼的人。曹雪，静姐吧，你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要，谢谢你。啊，在这签个字。谁说你打架了？没打架，你凭什么找我？我问你点事儿。哎呦，走开！警察，你啥你就说说清楚了不就行了？没事啊，没事。哎，你别冲着我！你打什么呀？你别冲着我！出去找魏叔。没啊？哎哎，不是，我好好管管他。哎呦，不是，管他一辈子，这往下生擒了。行了，有后衣服没？你拿两件。不拿。哎，几件？走点。厚的。拿啥厚衣服啊？啥事？啥事啊？没事，就问他点事儿。不是，没事，拿啥厚衣服弄啥了？行，说说呗。证，血型就是铁证，两次阴道提取物都是 O 型血，赵飞也是 O 型血，你怎么解释？总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吧？我也是 O 型血。赵飞的哥们儿还证明，赵飞几次都想和张雪做朋友，都被张雪拒绝了。赵飞很生气。好吧，那你就先说说你为什么那么认定死者就是张雪啊？老张都看过了，再说这时间段失踪的也没别人啊。他看过怎么了？那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了，对不对？就在防空洞里那个环境下，加上半个月的虫吃鼠咬，现场又没有衣物，亲爹亲妈来了还认吗？张雪案发前他是去烫了头的，那么现场毛发提取物都是直的，这一点怎么解释？你冷静一点，你小点声。就为张雪烫头，老张给了他一巴掌，而且还说，如果不把头发拉直，就别再回来见他。老张正在因为这事伤心呢，你可别再提这事儿。那事儿啊，都死俩人了，要是没熟人带着，哪个女的敢往那儿去？赵飞的口供你也看过了，
连尸体摆放的方向，扯掉了几缕头发都说的丝毫不差。要不是他干的，哪能说的那么准？好嘞，我换好一个鸡蛋，你们看看像不像？像吗？鸡蛋哪有那么圆的呀？闭嘴！对了，他说对了，他不像，因为他太圆了。我他妈宰了你！老张，老张，哎，老张，放开我！老张，好，站住点，你说，刚才扯掉我几缕头发，说。老许，你还真不是装的，你真缺心眼啊！我他妈宰了你！我干什么？开会，你知道不？老张啊，老张啊，啊！你闺女失踪了这么多天，你不去找找，还打人？回忆一下啊，这段时间你有没有拉直过这样的头发？这么长的头发，烫得花不少钱呢，谁还来拉直？是，你再好好想一想。想不起来。你能确定？谢谢啊。家也有可能是别的家呀，县城里的发廊多的是。那我就一家一家的找。问着了你就相信那是张雪吗？那算你要的铁证吗？我听说过呀，外国有一种技术，哪怕只要一个人的一根头发、一块指甲、一片皮屑，都能准确地化验出这个人的基因密码，而且每个人的都不一样，准确率能达到100%。是这儿呗。上去啊。是这儿不？在哪儿干的啊？问你呢，在哪儿干的？用手指。别，你怎么没睡上去啊？啊！你去，别叫人呢。干嘛去啊？阿飞，你没杀人吧？是不是阿雪？啊！他们是不是打你了？我要告诉你啊，你没杀人，他们打死你，你也不能出去救他们呀！去！打他们呀！你别动啊！出去！你等我干什么呀？哎呀！你没杀人！哎，赵飞，你不是赵子龙的赵，张飞的飞吗？啊，你现在倒是飞一个呀，飞一个呀！哈哈，飞！走！啊！
点就扔了，放点就扔了。大人，你们家放了我呀！大人，留着留着吧，你老婆。大人。张雪的事情大家都已经听说了吧，希望大家以后要以张雪为戒，洁身自好，和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划清界限。那个赵飞以前教他的时候我也给他说过，哼，你妈以后去监狱给你送饭那是迟早的事情，现在这个毒瘤已经清除掉了，希望大家全身心地把自己投入到学习当中去。好了，现在咱们开始上课。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六一儿童节，请允许我代表子弟中学全体同学向辛勤耕耘同音乐陪我们的老师。叔叔买三个冰棍，您们辛苦了。今天啊，咱们不光是表彰这个三好学生啊，还要表彰咱们这次在这个学雷锋学赖宁的这个活动中啊，默默无闻无怨无悔的一位同学。哎，他利用这个休息时间，他不休息，他跑到这个敬老院帮助这些孤寡老人们。他是谁了？这个同学就是这个初二三班。谁呀？怎么办？谁呀？徐军同学。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徐军同学上主席台上来。徐军，这个下面啊，咱们让曲靖同学了跟大家说说这个他做好人好事的心得体会啊。你甭紧张，你就心里头想的啥你就说啥啊。这是我应该做的啊。那个曲靖同学说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这是他应该做的啊。多么质朴的一句话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春天，对不对了？下面我宣布曲靖同学被评为咱们学校徐雷锋徐赖宁的标兵。这个今天啊，咱们还要向大家报告，放手大了。曲靖就是要号召全体同学向曲靖同学学习。学习他这种。曲靖同学被评为学雷锋学赖宁标兵荣誉称号。哎，我看出你还是真人不露相啊。越是平时看起来蔫不拉几的，心思越重。
说没奖状吧，你还真弄回来一个，可是跟丧学的怎么比啊？学完了雷锋，学赖宁。也不知道你随谁，在家里连油瓶子倒都不知道扶一下。你爸有你这半点本事，也不知道到现在都狗屁都不是。门关上，什么毛病？你厉害，你行，回头妈呀就等着跟你。你脸怎么那么白？交出来！好用我的永丰，这盒十来块呢，你扣这么多，够我使一个月的。小孩子家家不用涂芝麻粉，贴人样子就很好。对，不像你妈涂了也是白涂，就像驴粪垛上又下了一层霜。别炸，再照也跟三毛似的。那会儿人家说了，怀孕的时候看谁就像谁。我那会儿光看三毛流浪记了。我不是人贩子寄养在你家的吗？蜜桃成熟时一块，哎，要不要开通宵？通宵更刺激，不跟你要钱。看看吧，我看看你把我画的什么样子，是不是画的很丑？拿来，我想看看。哇，这是我吗？啊？哎，我只知道我喜欢你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在一起。出去给你照个相去。嗯，有什么好照的呀？不是上次拍检查团吗？我这个胶片上的紧点，我刚才发现它还有一张。啊，你看，这还彩色的呢。明天就该上胶了，走吧。哎，靠一靠，往这边，再靠一点。笑一笑。哎呀，不是，哎，你看我，你这幸福的笑嘛，会不会这头一歪，这样，嘿嘿嘿嘿啊，好，来，站好，哎，好，一，二，去，去，哎，好，来看我这，一。哎，这照什么呀？怎么这个声不太……
应该是可以，应该照上。嗯，照上了吧。哎呀，我的静静现在真是长大了呀！啊，一转眼都中学生了。哎，你看你那时候，你那时候也就这么长，嗯，你看你现在，都这么长了。哎，静静，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，爸爸最爱的人是谁吗？嗯，我。对。那么你知道咱们家就剩下最后一碗饭，爸爸一定会留给谁吗？嗯，我。对。那么难道是爸爸自己不饿，不愿意吃这碗饭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你疼我，胜过疼你自己。对呀。那么你知道你从小到大，爸爸在你身上花的钱一共有多少吗？嗯。摞起来有十层楼那么高，还都有十块钱一张的大团结，没背错吧？啊！长大了我都还你。你们班许静是哪一个？我。这儿有你一张明信片。